哎呀，阿妹，你可回来了。嗯，怎么样？想我了是不是？你扭伤可怎么了？带依依嘛，骑个摩托车就出了车祸啊！依依还没有事，她是毫发未伤，她坚持要在医院里陪着家属。现在忙吗？不忙，不忙。那我们找家餐厅坐下来谈。可教练，教练到现在还在那边教练，教练有没有告诉你，除了运动疲劳之外，还有运动伤害啊？哎，我这么关心你，难道就不能听我这一次吗？啊？